就在这儿，就像住在飞机场里边，就像天天坐着飞机是起飞和降落，一天到晚就这个样。这个楼上有八九十的老人，也有不满周岁的婴儿，不是儿童，婴儿，儿童就更别说了。我们这个岁数都受不了，你别说这老人和这婴儿这儿童了。声音来自联通的一个这个空调外机设备，就后边这个三层楼上面那个。三层楼这边，这十二台。不是明天你给人俩，我知道，我也走，我知道，那你别动我们机器，不，你别动我们机器啊，你别动我们机器啊，你怎么动手了？我们过来采访，你是什么态度啊？你为什么动我们机器啊？不是，你是这儿的工作人员啊？